站住！这位将军有何吩咐？你们两个是哪个宫里的？我们是凤仪宫太后娘娘的人。太后娘娘的人？对啊，我们的靠山可硬了。把这两个女人给我拿下！哎，你们活腻了，连太后娘娘的人都敢动？今日太后娘娘特意吩咐，有假扮各宫宫女的人，格杀勿论。王妃放心。 知道我的心愿是什么吗？殿下的心愿，莫非是家国安定，和亲海晏？小时候，婉儿经常任性的逃出宫。她说喜欢宫外的世界，喜欢自由，而我总是拦着她。 让他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，而如今他终于如愿以偿。作为哥哥，我真的替他高兴。原来殿下和婉儿一样，也向往宫外的生活。无论殿下去哪里，西瑶都会一直陪着殿下的。 小青，小青，我很开心来到这儿，能够遇到你，答应我要做一个。